開始係好驚嘅，真係係因為始終係第一次啦，同埋自己喺前面啦，即係冇人喺前面 cover 住，會覺得好驚嘅。但係出到去之後，第一個感覺係覺得好靚。香港本身好多石屎森林啦，咁我哋去邊度玩都好咧，都會發覺就算去露營又好，去邊度好，你發覺好多人嘅，咁好密集嘅。但係咧，唯獨是一飛上天咧，就發覺成個世界好自由。即係感覺上就好似自己好似係一個叫做圈圈咁樣跳出嚟咁樣。踩單車都會有 ，OK， 唔好講話長山。但係會唔會因為佢有危險唔去做呢？反而我覺得有危險應該我哋更加喺個訓練喺自己嘅鍛鍊上 ，OK 下做得更加好咯。有少少可惜，香港好着重喺個發展啊，好着重喺個地產啊，咁所以擁有而家呢刻珍惜係最重要的。